左左左左左左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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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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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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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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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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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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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辆靠左行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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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左半边身体疼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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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写的字从左往右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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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跳远时扭伤了左踝他跳远时扭伤了左踝。他跳远时扭伤了左踝。他跳远时扭伤了左踝。阿拉伯语要从右往左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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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英国开车要靠左行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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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